在这里发现了一颗粉房脊，看它的茎杆也这么粗，看看它的根茎有多大，把它的根茎挖出来。这个要是运气好的话，挖到一颗这样大的粉房脊，就可以买好多斤猪肉了。好像就在这个位置，要把它挖开来。好，在这里，这颗。哎，这么粗，哇，还很深啊，估计有好几斤。像这么粗的粉房脊还是很少见的。像这种粉房脊，它又叫做汉房脊、白木箱，它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中药材，一般有利水消肿、祛风止痛的作用。像这种粉房脊市场上的价格很昂贵。这个土质比较好，这个粉房脊比冬笋值钱多了。像这种粉房脊可以卖几十块钱一斤，像这么一大颗就有好几斤重。哦，断了。哇，这么粗。啊，下面还很深，已经挖不出了。哇，出来了。这一大颗的粉房脊有好几斤重，这个可以卖几十块钱一斤的。像这么一大颗粉房脊，可以换好多斤猪肉，发财了。像这么粗的粉房脊，在野外也是很少见的。啊，这里挖断了，你看它的断面。像这个粉房脊是越粉质的就更好。好了，现在回去。